今天说一下抱养对锦鲤的几大好处。第一呢，可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，因为锦鲤呢属于大型鱼，它对这个氧气的要求比较高。第二点，抱养的话可以挥发水中的氯气以及有害物质。第三点呢，这个滤材的话也是离不开这个溶氧量的，因为溶氧量高的情况下呢，这个滤材会繁殖的特别快。第4点呢，因为这个鱼缸水底下的这个溶氧量比较低，抱养的情况下呢，可以让这个鱼缸里边的水呢，就是做一个上下的交替。第5点呢，如果说这个鱼状态不好，生病的情况下呢，如果说咱们抱养，可以很快的恢复这个鱼的状态。第6点呢，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氧气打出来的水泡到达水面之后，是否可以瞬间爆开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用肉眼观察这个水质的好坏。喜欢养鱼，您关注我，咱们每日分享更多养鱼知识。